康熙聊怀孕前后，是跟丈夫相处，跟小孩相处，发胖跟减肥的过程，对，坐月子期间吃东西的状况，是有一点跟婆婆的事吗？婆婆的事在书中有带到一些温馨的部分，可是我听到有很多另外一面的事。婆婆的事我们今天高度节制，好好不好？不要给她惹麻烦。她很爱她婆婆了。当然了，很爱，真的超爱哦。出来以后一整集都一直讲她多爱她婆婆这件事。好，我们要欢迎的是我旁边这位的姐姐徐熙媛小姐，大 S 哈，请她出场。我那个婆婆啊，她真的对我，我知道。你婆婆不是也是吗？我婆婆对我也很好，她很 free， 从来都不管我。好了，这期我们就做到这边。大 S 出了一本新书，叫做《老娘驾到》。老娘其实本来是康熙里面小 S 爱用的自称，可你们家大家都自称老娘是吧？首先是我妈先自称老娘，对。可是因为她真的是我们的娘，我们就不纠正她了。是。可是后来我们年纪渐长之后，发现“老娘”这个词实在是太好用了，气势十足。是。对。所以就我们就很爱用老娘。所以大 S 先用老娘还是小 S 先用？我在家也是很爱用老娘啊，但是因为我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前，对，所以大家都觉得老娘是小 S 的口头禅。是。其实在家我们家都自称老娘，家里三个都是老娘的，对。因为我们在家如果吃饭就说老娘，真的觉得那谁很贱哎。然后我妈说老娘来老娘去的，我才是老娘吧。然后我们说对，你是真正的老娘。所以这本书叫做《老娘驾到》，可是老娘好像并不是指大 S。对，因为本来呢，我照理说我生了孩子了，我已经理所当然的可以自称老娘了。可是没有想到，嗯，大家看那个封面就知道，老娘其实是我手里抱着的那一位。他派头比你还大。他派头比我大，我本来戴了一个皇冠，他二话不说就给我扯下来了。这本书不知道为什么徐熙媛愿意讲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可以不讲的事情。真的吗？我觉得很温馨哎，因为我帮他校稿的。因为他说他腰间出现一堆肥肉，就可以讲吗？之前大家看到啊。而且我至少已经瘦回来了。对。女明星出这种书，就是一定是她的样子已经变美了，她才会出书。她如果腰间还一堆赘肉，谁会出来啊？所以当时呢？当时你就是为了帮你代班，就出来啦。你当时帮你说我受伤的时候，对啊，你那时候腰间根本没有赘肉啊。有啊，那个有一个什么医生的当场就给我点破。我知道那不要脸的医生根本就假的。而到底让大小 S 如此气愤的片段，凶手又是哪位医生呢？赶快一起来看看吧。其实女人最漂亮就是在那个腰。你知道上你开始你知道吗？现在脸跟手都细哦，可是你这里很宽。哎，而且还是在书的时候看到呢，大 S 之所以会出现腰间一堆赘肉，是因为她本来是不打算那么放纵的，可是因为是小 S 在你怀孕期间不断的鼓舞你，说你小 S， 你当时觉得你姐人生太苦了，因为这说起来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很感动嘛，你一直逼我吃甜食和冰淇淋，不是，因为从小。我姐就是一个非常爱小孩的人，对，随着我们长大，然后因为我反而是那个很不爱婴儿的人，嗯，然后结果我既然就率先怀了孕，然后又结了婚，然后她就把我的大女儿当成她自己的小孩一样，对，然后后来她就也觉得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遇到那个有缘人可以帮她生小孩，结果后来遇到了，他们就想说，你把王小飞称为帮她生小孩的人呐，就是总得有一个帮忙的人啊。也是有付出爱的帮忙了，是啊，就是后来他自己也找到他心爱的人了，对，当然就是要以拥有自己的孩子为那个、努力的目标，对，可是就偏偏他就是走得很辛苦，是，然后就试了很多方法什么什么的，对，然后我就一路陪着他，然后看他吃那些苦啊什么的，他常常会在半夜跟我哭诉，说什么，我觉得我此生就是没办法怀孕了。是，然后我就一直鼓励他，然后他也常常为这件事落泪或什么的，然后加上有的时候发胖，记者就说一定是怀孕了，就是
又要嫌他胖，然后又要一直逼他怀孕。可那时候发胖就是为了要培育一个养小孩的身体，对不对？对，因为我以前康永哥，你看过我以前是纸片人，纸片人就是纸片到就是真的扁到没有一滴的赘肉，然后就坐牢的话还可以钻出来的那一种，然后就后来你可以穿墙，穿任何缝隙我都钻得过去。就是送信的时候自己也会随着那门缝闯进，门缝我都钻得过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就是介绍什么中医啊，然后食补啊，各式各样的那医生给我，然后我就开始吃中药。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吃中药，它就是会补腰间这一块。对，你有问医生为什么吗？我有问医生，医生是说就是要补你的子宫啊，所以妈妈这一圈要有肉啊，要有那个这边要有油才可以保护婴儿，因为孩子需要一个坚固的家。你们这个是有理论基础的，是中医告诉我的。然后我就问其他也是吃中医的同行，他们就说，对，他们吃中药的时候也是那一圈特别鼓，他说等到生完小孩慢慢运动就会消。了解，但那也是骗人的，消不掉。哇，现在消吗？很难消，很就是要费尽千辛万苦。而且我觉得最惊人，对我来说，我姐不可能会做的事情，是因为她已经吃素吃了几年，十几年。然后在这十几年当中，我妈就频频会挑战她，就说：“宝贝儿，你那么瘦，吃点肉。”然后我妈就她就会说：“我就是已经要坚持吃素的人，你为什么要擅自改变我的那个生活方法？”就是很多人都想要突破她那个吃素的墙，她都坚持不吃。就最后她竟然被谁说服了去吃荤，你知道吗？被谁？张兰，请你家。至少加个小姐或女士，张兰女士，妈妈，对，这就是她的婆婆啊，什么张兰女士啊，你，因为兰姐就是很非常出于爱的会说，哎呀，西元啊，你就是媳妇儿，吃点肉，然后我都说妈没关系，我吃素就好了。她说你吃素怀不了孩子，身体太寒了。每次去她家吃饭都是聚会，就是很多邻居啊、叔叔阿姨都会在，然后全场的人就会一起说，对啊，吃一点没关系，要不然喝点鸡汤，就全场就会围攻我。然后压力很大，压力很大。然后如果她从北京回家，然后我们姐妹淘聚会，她就会说，我婆婆一直叫我吃肉，我说又来了，她说，对啊，她真的太爱我了。你表情有没有一点转不过来？我就觉得这也是很大的压力啊。是。结果我最后就真的哦，他太具说服力，他就说，就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就说你那么瘦是生不出小孩来的，你一定要吃肉，听妈的话，吃肉才能生小孩。嗯。然后全场的人就不晓配合气氛还是怎样，就空气就凝结了，就是都不愿意再劝了。然后就好像在看我的，等着我出招了。然后我就想一气之下，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吃吧。然后我就当场把他盛给我的那碗鸡汤喝掉了。你是摆出这种女侠的态度吗？对，我就把那个鸡汤喝掉了。然后他们就说，哎，那再多吃点，开始夹肉给我吃。然后我那天就试了很多肉。你当下是以为喝口鸡汤抵挡一下就过去算了？对，后来大家都塞肉给我，然后我想说，啊，算了啦，就听婆婆一次，对，就是试试看，因为我那么想要有小孩，我就听听看这个方法成不成功嘛。然后就开始吃肉，但那天回家就吐得蛮惨的，因为是一开荤就吃了各式各样的肉。结果吃下口中的感觉是有怀念感吗？就是很熟悉的感觉，因为以前是吃肉的感觉，就是又再回来。所以婆婆有立刻就是展开笑颜吗？你应该喝完那口鸡蛋，然后就放下来说，妈，我谢谢你。戏份也太强了吧！不是，你婆婆戏份才强。不是在东厂喝毒药，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妈戏份很强了，可是她婆婆戏份更强。婆婆的戏份排好。我婆婆没有，我婆婆没有戏份。她不喜欢逼你做任何事。她不会，她就说啊，西弟吃饱了没？我说还没。她说帮你煮饭。我说好，谢谢妈妈。她说哦好，就去煮了。然后我妈就说，宝贝呀，你看妈妈煮的一桌菜都是冰箱翻出来的。可是她婆婆比我妈还更厉害。当然，所以张兰女士就是，她有立刻高兴吗？你开始吃肉，她就是也就是有一点点高兴，但不能表现得太夸张。她就说这样就对了嘛，媳妇儿就这样乖乖。然后隔天就开始有东阿阿胶啦，然后什么那些各种补品，各种在《甄嬛传》里面出现的补品都出现在我家。所以补品是真的都含荤是不是？应该是，因为东阿阿胶它其实就是驴皮去熬制成的。是哦，对，因为我一开始闻到的时候，我就说，
老公这里面一定有动物成分。他说没有，这里面就一些芝麻跟一些那个绍兴酒。因为他的名字完全没有透露他有动物成分呢。然后我就去立刻就 Google 阿胶是什么东西，他就说里面有驴皮呀、啊、等等等等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一些动物的成分萃取在一起。哇！你当下就立刻质询你老公吗？说明明是有动物成分，你还骗我？对，我就说老公，你看这里面明明就有写驴皮什么的。他就说你去哪看哪？我说 Google。他说我们这边没有 Google， 我们都用百度。百度给他看也一样啊。是，那有没有最后就是承认说好啦，其实他说就一点点，驴皮能用多少，还不就是一点点。应该理论上吃素也还是可以怀孕的吧？当然可以，因为我大姐她也是吃素，可是她就怀孕了。哦，对，所以不一定要吃荤，只是张兰女士是走这个路线就对。对，因为她觉得我太瘦了。S 生产过程抽中药，婆婆为此拔得头筹。我就跟我姐说，那个你生育儿的时候，我一定要进去握着你的手。对，就是我也要叫你鼓励你，因为她握着我的手的时候，我觉得好安心。是，就没想到最后她不让我进去。你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个男人就把你骗了。而且我想起，如果张兰女士在现场的话，张兰女士也会领先在你前面进去。如果张兰在现场，根本就是她开刀，好不好？吃荤之后，妹妹就有鼓吹说。你以前都吃太少，你就猛吃。准备要怀孕的时候，她还没有鼓励我猛吃。OK， 是我真的怀孕怀上了之后呢，她就开始被常常打电话来关心我说你吃饭了没啊？然后我就说没有啊。然后她就说那你还不赶快叫麦当劳？然后我就想说叫麦当劳，我就想说对，叫麦当劳也是挺好的。然后我说那我如果我加冰旋风会不会太过分？她说当然不会啊，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对于那个炸鸡就上瘾了，我就开始想吃一大堆那些不健康的食品。可是他鼓吹你吃的东西，他自己有吃吗？不是，因为他都是会打来说怎么办，我毁了，我现在那个吃掉了一整个甜甜圈。对，我就说一整个是指一个还是一个甜甜一个圆形的甜甜，这样就完蛋。因为以前的他，以前我一口甜食都不会吃，几十年来我都不吃啊。然后我就说姐，你想想看你。为了怀孕经历多少痛苦？我说你现在怀上了，你当然就是好好享受。是，你想吃什么你就尽量吃，让自己开心，你才会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可是你在我们节目里跟别的产妇沟通的时候，你都说不能这样吃啊。你是这样子的吗？你是双面人吗？你没有，我是。你们根本就不懂我的心情，因为其他那些你好歹毒啊！不是，姐，你听我说。你要不要去换清朝的衣服？谁有在你身边目睹你一切的辛苦？我老公啊，他常飞北京啊。可是你最常跟谁诉苦？你自己凭良心讲，是你也没错啦。所以只有我知道我姐的。他竟然逼你说出他才行。真的是我，他半夜没有。我读了书的内容，你被他分娩的时刻，你被关在产房外面啊。因为他跟我老公在门口吵架，我都已经要生了。你姐最后选了她老公，没有选你啊。这件事我也一直很介意，因为我生三胎的时候都是我姐和我老公进去陪我生产，然后到第二胎的时候，因为我老公就知道我们姐妹感情非常好，到第二胎的时候，我老公就有说 ，baby， 其实我陪你进去生就好，你姐可以不用吧？我就说当然要啊，第一胎她也进来了，对，而且我已经跟我姐讲好，我生的时候她一定要在旁边就是牵着我的手，对，然后她要第一个告诉我说宝宝健不健康。那个主持人今天不是访问你哈。是说的还不够多啊！我受伤休息了一个月，我都没说话。然后第三胎，我也是坚持说我姐一定要进去，然后都是她握着我的手，然后我就跟我姐说，那个你生育儿的时候，我一定要进去握着你的手。对，就是我也要这样子鼓励你，因为她握着我的手的时候，我觉得好安心。是，就没想到最后她不让我进去，因为她就是那种。你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个男人就把你骗了。老公两个人都是危险型的人物，那他们，所以我就想，危险型是说在产房里会干扰作业。对，因为像他呢，就是比如说来探病来看我生病怎么样，他就会说，哎，你怎么样？然后就会正好压到我那个打针的那个点滴管的地方，然后我就是徐一定，他就你知道他把一切搞砸。然后我老公也是那种啊，老婆，然后就这样把点滴管整个踩住，然后。
就他们两个都发生过一样的这种事情，所以我就估想说他们两个都那么危险，就只能来进来一个。然后我就本来是我妹就说，那就是一定是我。你曾经选过徐熙娣进去，而不是汪小菲。我们早就已经讲好了，我就跟我妹讲好，就是说，我就想说，我跟我妹妹约法三章的事情，她就一定会做到。我叫她乖乖坐着，叫她不准站起来，她答应我，她就会做到。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是让她这个危险性比较低的人进去。而且我自己生过，我知道那个你心情啊什么各方面，我是老手。我最怕的就是她跟那个妇产科医生两个人大开黄腔，分散她的注意力。所以反正我最后选了我妹妹，然后呢，要进产房之前呢，我就跟我老公说，那个我已经选好，就让我妹妹陪我进去，你在外面看宝宝，这样子一个人管顾里面，一个人顾外面，这样就是大家都安心。然后我老公说不行，凭什么她进去？我也要进去，我要第一眼看到我女儿。然后我就说老公，可是你一定不是第一眼啊，因为一定医生才是第一眼啊。他就说我不行，我要除了医生之外，我要第一个看到她。第一眼有那么重要吗？最后一定会看到啊，那你就是要抢第一啊！我不是，我是要握着你的手给你鼓励，而他只是想要看到婴儿的第一眼，你看他多自私。我是为了你好，然后他只是想要抢那个你到底要看到。所以徐熙媛，你亲自跟你先生沟通这些事情，不是徐熙娣在那边啰里吧嗦。不是，我就跟我老公讲，然后我老公就说不行，他一定要那个第一个。然后我就说就开始吵，可是我马上时间到了，我就是要推进产房要开始清理了。然后要清理之前，他们都还没有决定到底谁要进去。我说你们两个自己讲好好不好？你反正最后进来的人只能指定在我说的座位上，不准乱动。OK。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我进那个手术门轰轰轰打开，然后他们还在外面说我要进去，我要进去，凭什么你先进去？他说我解释的时候，他们俩在外面吵起来。最后好像是我妈还是谁，就是有把我就是劝阻下来。你已经被麻醉，你也管不到。他是清醒的，我是清醒的，我是完全清醒的。所以你知道什么状况？我知道，因为像我老公在我旁边，坐在我指定的位置上，然后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可能是有可能会是安稳的过去。徐熙娣就是眼睁睁看着汪小菲的背影消失在那个关上的门。我就想说，好吧。毕竟那个接下来下半辈子我姐是交到他手中，本来就是啊，所以我想说算了，我就退一步吧。而且我打赌如果张兰女士在现场的话，张兰女士也会领先在你前面进去啊。如果张兰在现场根本就是她开刀好不好，她一定是第一眼看到婴儿的，怎么可能让医生看啊？知道有胎儿的那一瞬间是怎么知道？是有察觉任何事然后去验孕吗？还是因为我们都会算准时间嘛，就是每个礼拜每个月该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准时来，那没有准时来的那一天呢，我就会过两天再去看看他有没有来。那过了两天都没有来，我就去验了，然后一验了之后呢，他就是两条线，我期待已久的两条线。你当场是？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激动，可是我又很怕我一激动就容易。那个两条线是需要再多买几根来测，还是就我是有准备了几份，然后测出来都是两条线，然后我就有点激动，可是我都不太敢，怕伤到他，而且怕他有时候怀了不见得保。当时有立刻去躺下吗？还是我立刻就去躺下，马上就两条线就立刻去躺着。我就马上躺着，因为我就很怕那个啊出变化，保不住。对啊，因为中间很多女生怀孕不见得就是还可以留得住嘛，然后也不太敢跟我老公讲。然后就是那时候他好像正好也在北京吧，然后拍你又落后了徐熙娣。可是因为我记得好像他是先打电话，没有，他先跟他老公，没有拍照给我老公，然后我老公徐熙娣你就是你就不重要啊，很重要。然后你听他讲，你听我讲嘛，你就在他人生中没有第一位怎么样呢？我怀第一胎的时候，我第一个知道的人是他。今天没有要访问你啊，谁管你第一个告诉谁？我真的是第一个告诉你的，因为我先拍照给我老公，然后他大概是在忙吧，他就没有看手机。对。然后他就是到了晚上很晚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他看了，我说老公，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照片？他说没看。我说你看完你再打给我。对。他就看了，然后他就打给我说怎么啦？我就说他看不懂。对，他看不懂。我说你看不懂吗？他说看不懂那什么。我说哦没事。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既然照片都拍给他看，他一激动，然后我也激动，然后就你知道，就太激动，就宝宝就留不住啊。然后我就有打给他，还比较冷静的跟他，我就冷静跟他讲说是两条线。对。然后他就很激动。对。对，他就说两条线。我说真的假的？真的两条线吗？我说真的。我说你快去躺好。你自己都
生过，不用立刻躺好吧？因为我是高龄产妇啊，她那个时候是年轻少女啊。对啊，我生的时候才26哎。OK。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哭什么什么的，就是全家人都好替她开心。所以你就。那你这样，如果你这样就去躺好，就再也不能爬起来了，你就没有勇气爬起来啊。我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尽量躺着，可是后来我去看了医生，确认照了超音波，然后那医生就说应该是确定不会有危险了，所以就劝我说就是偶尔要散散步。所以你躺好后，你什么时候告诉汪小菲的？就是等他回台北，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去检查，他不知道是有，他不知道确认没？对。所以我就带他去检查，然后去检查之后就听到那个婴儿的心跳声，然后我就当场就大哭，然后那个他还在那边说，你讲的大哭是真的大哭，我张就泪崩，然后就很激动，很激动，然后我老公就我就这样要摸他的手，然后他就这样一直看着那个超音波那蹲，他就说那什么玩意儿，黑成一团啊，然后就有啵咚啵咚啵咚的声音，他都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就说老公老公，我就抓他的手，他说怎么了？哟，你怎么哭了？我说老公，你都没有听到吗？那婴儿心跳，他说什么什么声音？然后我说那是我宝宝的心跳，然后他还说是吗？特别逗。居然用逗来形容，然后他也没哭吗？他也没哭，因为他大概也要 hold 住吧，他大概也很怕这个惊动什么事情，这个太突如其来了，然后他就不敢像我那么激动，然后他也很怕他一崩溃，我们两个就会高兴或者是太失态，对，然后我们就一路回家，他都说慢点慢点，就这样扶着我，就是很怕我走路会。所以产科医生都是目睹，老是目睹这种话，对他们都非常习惯，那他们要保持平静，对他们都说恭喜哦，这样。大 S 暧昧心切，小 S 崩溃落泪。就那时候我怀老大的时候，然后第一次做检查有那个验抽血，一个礼拜之后，那个医院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小孩可能会不健康的。哦，我跟他讲完这件事之后呢，他说他就跟那个神祷告说。拜托，一定要让我妹妹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是，他说如果徐家一定要有一个不健康的孩子的话，他愿意生这个小孩。是，就是让他来生，他承担这个后果。嗯。不是会胡思乱想吗？就是我每天都在胡思乱想，我就躺着，然后就想说奇怪了，到这个月应该要开始胎动，为什么他都没有动？然后我就看网络上那些吓人的话，每天就反反复复一直看那几个单字，然后在梦中就一直梦到胎死腹中，胎死腹中，然后就很害怕，隔天就去检查，然后检查医生就说砰咚砰咚心跳啊，你看有啊，在动啊，然后我就说医生你讲实话，你是不是放 DVD？ 然后那医生就说不是 DVD 啊，我这个是，我就是，你看我拿起来就没有啦，你看我放上去它就有啦，然后我说但你这一定是 DVD。他说哦，你这样讲我也没办法，可是就是真的啊。然后我说那为什么每个孕妇听起来的声音都是一样的？他说小孩子听心跳声音就是一样的啊。我那时候照超音波的时候也是，就照超音波没有真实感，是不是？对，就是婴儿怎么样啊，还会是有吃手什么的，我都说婴儿会吃手在我肚子里面。我说医生，你这是放就是每个孕妇来看一样的东西吧？对。他说没有，这真的是你的小孩的画面。我插个话好不好意思？我也有怀疑过医生。OK， 是，所以当时你就半信半疑的接受了，对，我就接受，你就是喜欢拿事情吓自己，每天都是很恐惧，然后就几乎。所以他后来有胎动了吗？后来真的胎动了，然后他一动，我就觉得完蛋了，是不是我小孩在里面挣扎？我就打给医生说，医生，我的小孩在我肚子里挣扎，不是胎动吗？然后那医生就说你是什么感觉？我说就是一波一波的这样动，所以就好像是被人家勒住之后，他这样挣扎的样子。然后医生就说那就是胎动啊。然后我说这就是胎动，那怎么那么有频率？他就说那他是在打嗝，他吃了那个羊水会打嗝。我说他不是那个脐带绕颈，然后在挣扎无法呼吸吗？医生说他就在你的羊水里面，他就不需要呼吸啊，所以他怎么可能会不能呼吸呢？然后就想说，那就是我想太多了。所以医生是工作上可以这样没事就接你们的电话吗？因为我们跟这个医生私交特别好，因为我姐姐妹妹的小孩都是他，我三代都是他生的，所以他的语气听起来是乐于回答还是？他是乐于回答，因为他是说他就跟我讲说，希月你赶快生小孩，你生我要等你生了之后我就要退休了。
可是他都受够，可是他都一直等不到，我都一直没有要结婚。我说医生，那你可能等不到这一天，因为我那时候又分手，所以他就说你这样子，你要我跟谁分手啊？哎，就是那时候分手。然后他就说啊，希韵，那你这样什么？你什么时候要快点要找到另外一半啊？不然我什么时候才能退休？是。所以当他知道我结婚的时候，他就非常高兴。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可是又等了三年我才那个中。然后我去给那个医生检查的时候，我就说医生，你快要大满贯了，等我生了你就可以，你就可以真正彻彻底底的退休了。所以他就非常高兴的一直期待我这一胎。可是他应该有觉得我姐姐算是最喜欢自己吓自己的妈妈。嗯，因为他也一直跟我讲什么滑，他说我恐怕是滑胎了，我恐怕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怀老大的时候，然后第一次做检查有那个验抽血，然后后来那个现在讲自己的故事吗？对，可是是跟他有关。然后我去抽血，就等要等报告嘛。然后一个礼拜之后，那个医院打电话给我说，徐小姐不好意思，我们报告出来了，你的小孩可能会。就是会得到一个很，就是会是不健康的。哦，我说真的吗？他说嗯，然后就请我再去做检查，然后我就立刻跟我姐讲，一边哭一边讲，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我跟他讲完这件事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件很欠揍的事情。嗯，快一点。这件事是他后来他怀孕之后他才跟我讲的。他说，我跟他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他就立刻跟他的那个神祷告，因为他祷告非常的灵验。是，你不会拿两张啊？他说，他就跟那个神祷告说，拜托一定要让我妹妹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是，他说如果徐家一定要有一个不健康的孩子的话，他愿意生这个小孩。是。就是让他来生，让他承担这个后果。嗯，然后后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后来她怀孕的时候一直自己吓自己，说她小孩可能不健康。我说你干嘛一直自己吓自己？你小孩就很健康啊。她在跟我讲说她许了这个愿。对，希韵当时那个阴影一直在你心里，一直在我心里，因为我许愿通常都真的蛮灵的，我都是用交换的，就像我当时用吃素交换武媚娘的生命就成功了。是是。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不想要我妹妹那么悲惨，所以我就跟神交换这个条件。而且你也把她的第一个小孩当成是你自己的小孩在带。对。但如果我老公知道我当曾经有跟神交换过这个条件，他一定会气死，他一定会恨死我妹。是。可是你没有告诉你妹妹过。我没有告诉我妹妹。哦。可是当初为什么生出 Ellie 来的时候会是你姐姐带啊？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还蛮想休息的。因为他那时候问我说：“你这话接在刚刚那个眼泪的时候合理吗？”不是，他问我说：“万一我生出来之后，我不爱这个小孩怎么办？”因为他当时真的很不爱小孩。嗯。他说：“万一是我自己的，可是我也不爱他。”我说：“万一长相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怎么办？就是万一他是一个超级大双眼皮，然后嘴唇很厚，就是不爱，不是我偏爱的类型的婴儿。”跟大双眼皮跟嘴唇很厚的人道歉。不是说婴儿啊，当然你们也是有人喜欢你们这些类型的，就是大家都喜欢的类型。对，因为我喜欢冷门的长相，我喜欢单眼皮，然后就是那种薄嘴唇，单就是绝对不会被登上奶粉广告的那种，就是很你跟。奶粉广告的 model， 我不喜欢一直是洋腔洋调的脸。洋腔洋调，你是不是人？我又不是生，我还是攻击别人小孩。我就是喜欢小眼睛就对了啦。然后他就说，万一他生出来小孩就是不是他喜欢的类型，那怎么办？是，我说那你可以选择送我啊。嗯，他就说送你，我怕我公婆会有话讲啊。我说不然你就让我带嘛，就说我是保姆这样子，然后带到差不多18岁你再带回家。然后他就说哦，这个办法不错。是，所以那个时候他在真的呢，所以他在怀孕的时候都是我去准备那些婴儿床啊、婴儿洗澡盆啊，什么都是我去买。真的吗？他就是计划好一出月子，小孩就是送到我家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出院，就是他家就是我大姐家，我妈也住在那儿。我想说那边人多可以帮忙，是。然后就他一生出来，小孩就送到我们家来了。然后就是我跟我大姐和我妈，我们三个女生也没有立刻啦，我还是让他回到我们家待几天。后来我跟我老公就真的吓到，没想到带小孩这么辛苦。然后我就说你们愿不愿意帮我们带几天？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去美国稍微度假一下。去美国。他说
他说他带，他说他们俩计划要去滑雪，在我在旁边都有听到，然后我就想说啊，滑雪带婴儿去，婴儿会非常的冷呢，然后我就去订了那个高级定制服，然后他特别做了婴儿班，然后就送来了，我就很高兴的拿给我妹说，婷婷快点，你们去滑雪的时候要给 Ellie 穿这个，她才不会冷。然后我妹就一打开就说，滑雪服，她说你买这个给她干嘛？我说这样她才不会冷啊，不然她穿什么多毛衣都还是会冷啊，因为滑雪的地方真的很冷。她说可是我们没有要带她去耶，然后我就很震惊，说你们要去那么久，然后不带他去哦？是多久？两年吗？就去个半个月的那一种。哇，很久哎！可是你不觉得我才该震惊吗？就是哪有妈妈会带一个婴儿去滑雪？我们才震惊吧！哪有妈妈会抛下婴儿去滑雪的？我有一堆家人可以顾他啊，可是他怎么会蠢到觉得我会带婴儿去滑雪？可是你怎么舍得呢？怎么会舍不得？我去加拿大，我被我老公逼去加拿大参加他家人的婚礼，然后本来我们是预计要去5天4夜的，然后包括飞行他不是就要一天一夜了吗？然后我就只去了一天一夜就飞回来了，就去参加完我就立刻回来了，受不了，我太想我女儿了。小 S 汪小菲爱斗嘴，大 S 例外不是人。每次我女儿去他家回来之后，我姐后来才跟我讲，那个小菲都会跟我姐讲说，以后我们的女儿一定得穿着时髦，一定得穿着像样。后来听了我姐讲这番话之后，我再带我女儿去她家，我就发现小菲是假装在看手机，然后就听我女儿在吵闹，就这样，就是她这个眼神，就是有一种说又在那吵，哎，还穿这样。还有我妈就轮流顾，然后就变成你的女儿了吗？我没有把她当作我的女儿，我还是让她叫我姨妈。那时候我妹抱着她嘛，从车上，从车上我要把那个 Ellie 递给我妹妹，然后她就她就不想给我妹抱，她就要给我抱，然后她就妈，就发出那个妈的声音，然后我妹就震惊停在那边，就说：“徐新元，你也太不要脸了吧！你居然逼我女儿叫你妈！”然后我说，天地良心啊！我什么时候逼过他叫我妈？我都说我是姨妈哎。是。他说他刚刚叫什么？我说他又不会叫姨妈两个字，他就不小心发出妈的声音，而且他说不定是在叫你呀。对。然后我说你要反省反省，他居然不给你抱，你自己想想看，你跟他相处的时间真少得可怜。然后他那个时候才开始决定要当好妈妈，就开始接回家养了。你们刚那个对话是真的发生在生活中的吗？真的，他就把他接回家养啊。而且没有，我姐是有点变态的地方是，她除了就是觉得我女儿喊那声妈是在叫她之外，然后那时候我大女儿刚从产房出来，然后放到那个床上要给家人们涌上去，就是看她的时候，那时候还有我公公婆婆啊，我老公什么，我妈都在，然后大 S 就很变态，就把我公公婆婆这样全部都拨开，然后就说：“哎，你是姨妈，姨妈。”就开始一直这样整个脸灌输她，对。然后我公婆就在旁边一直说：“哦，西元是第一个跟小孩讲大话的人哦。”所以他们其实也很介意这件事。Sorry， 许爸许妈。我是不敢相信你们现在聊这些小鼻子小眼睛的事情。徐家人就是真的在计较什么吗？好，可是说真的，他当你叫 Ellie 叫他妈的时候，你会介意是不是？他没有叫他妈，只是说他要过来找我的时候。哎，你刚刚叫他妈。没有，他是因为他要来。你刚第一个叫妈的人就是你姐啊。没有，因为妈妈。哎，你第一个叫妈的就是大 S。所以你姐刚刚的故事是说，你到那一刹那才反省到自己有多失职，是不是？我一直来都是非常好的妈妈，因为她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我怀第一胎的时候，我跟你们俩只对直一件事情，因为你们俩真的很不要脸，在网络上公开互相竞争。就是徐熙媛呢，就在网络上发了一个文字，就说汪小菲发的，就说熙媛是我看过就是最爱最爱孩子的妈咪。然后徐熙娣就转这篇，然后就在上面加了一句评语说：“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过我对我的第一个女儿有多爱。你有病啊！你管人家丈夫这样。”关你什么事？不是，我本来都不想要跟汪小菲计较的，可是因为我发现汪小菲很爱在背后说我坏话，讲我女儿的坏话。
因为比如说我，因为我三个小孩都大了，所以我会面临到女儿坏话干嘛？你现在不要吵，你让我讲。所以我会面临到的情况跟他不一样，他的小孩是婴儿，根本就是你知道天下太平。对。可是我的小孩已经长大，会吵架了。跳跳。所以我有的时候带他们到我姐家，然后吃饭，我就会发脾气说。都不要吵，闭嘴！对，电视关掉，我就会露出这个样子。对，然后我姐就会抱着月儿说：“妈妈的心梗梗，肉球球，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那个我姐姐跟我讲说：“小飞说他是他看过最爱小孩的妈妈。”因为相对来讲，你就是一个狰狞的妈妈。你说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没有，他又没有骂你，他只是正在撒野而已啊。他看到我发脾气，然后看到我姐这样，他就觉得说：“嗯。”对照的太明显。对，然后每次我女儿去她家回来之后，然后那个我姐后来才跟我讲，那个小飞都会跟我姐讲说，以后我们的女儿一定得穿的时髦，一定得穿的像样，一定得穿，一定得。她不是时髦，只是像样而已。然后我就跟我姐说，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家女儿穿的不像样吗？她就是说一定要穿袜子，不能就是光着脚丫子就出门。那是谁的女儿光着脚丫出现在你们家？就是他的小孩，我女儿很放松，然后我都以为小飞觉得我女儿很可爱。我后来听了我姐讲这番话之后，我再带我女儿去她家，我都发现小飞是假装在看手机，然后就听我女儿在吵闹，他就会这样，哪有那么严重？就是他就眼神就是有一种说又在那吵，哎，还穿这样，哪有啊？一定有，他一定是这样，对不对？你们两个真的很爱斗哎，因为有几次我就带我女儿去她家，然后那个就是穿了整套的那个《冰雪奇缘》那个 Elsa 的长礼服，然后就说：“现在你看 Elsa 什么的。”然后小飞在旁边，然后我就想说，小飞心里一定想说土包子，他是有这种想，他没有这种想法，你自己心里面的阴影你都讲出来。但是我老公只有跟我讲说，我以后小月儿绝对不准穿那种衣服。就是类似道具服那种，所以等于徐熙娣的这些女儿，在她眼中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就对了。嗯，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她自己也是个小孩子嘛，她根本就不知道教育小孩该怎么样，因为那些书都是我在看，她都没有看。所以，好说实话，徐熙娣转了你那一则网络上的发言后说，那是因为她没有看过她对待她怎么照顾她的第一个女儿的时候，等于你们姐妹俩就在比赛谁是比较有爱的妈咪吗？我没有在跟他比赛，因为我真的没有看到那篇微博。我小孩在的时候，我都不用手机。他多爱跟我比赛啊！我哪有？不是，他非常喜欢自以为是专家，然后都会把我跟我大姐气到不行。因为我大姐现在是一天一个礼拜会有一天帮她顾月儿。对。然后我们常常三姐妹在吃饭的时候，她就会以专家的姿态说，跟我讲，她说：“徐熙娣，我跟你说一句真话，女儿要富着养。”我说：“你此话怎讲？”她说：“就是女儿要富着养。”你要让他们有气质，不要每天让他们三个这样子。怎样？我就想说怎么样？对，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啊。然后什么有一餐没一餐的？就是你饭都摆在那边，不管他们要不要吃，他们跑来。可是他每天在网络上都一直发，他很会做菜给小孩吃。但是他后来生病做菜，他的小孩才变成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瞧你想的那个饭店吗？就是饭摆在那边，他小孩就跑来跑去。我跟你讲，他的教育方法我绝对不赞同，因为他就是疯狂的过度溺爱。我哪有溺爱啊？溺爱到不行，因为我常常在他家。哎，我女儿现在只是婴儿哎。好，你们自己评评理。他女儿现在已经……你们也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啊。他女儿呢，现在开始会行动了，就是可能从爬到现在已经可以走路。他会走路，他可以扶着墙走，然后就难免婴儿就是一定会这样碰一下，然后就撞到小地板啊，跌跌撞撞的，就没什么大不了。是。然后他女儿只要这样碰到，他一定会发出那种“的声音。然后我姐就不管从何处就说：“我的心梗梗，我的心梗梗怎么了，小肉球？”请你，他说妈妈对不起你，所以他只是很正常的碰一下。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怎么样，骨头有没有露出来？没有的话站起来，然后把他抱一下。那是因为你的小孩听得懂人话了，我的小孩还听不懂人话。可是我跟他讲那么多，所以你觉得他女儿被过度的关切了，就是太……他反应太大，确实是我没照顾好他，我跟他道歉呢。跌倒跟你什么？又不是你绊他的，可是是我没有顾好他。就是因为你把这个情绪放大，以后一跌倒就会很容易这样大哭。不会不会，他通常都是真的是有疑似受伤的时候他才大哭。他帮你们拿兵器来吗？因为我后来发现小孩心机有多重，因为我带我女儿去公园，我就会在旁边发呆，然后或者是观察他们，然后我女儿就这样跌倒，
然后我就故意不过去，然后就看到他一直这样找我在哪，因为他就这样，然后就发现妈妈没有人在注意，他就这样，然后就继续玩。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他这样，你故意说宝贝怎么样这样。他就会没完演戏，所以你不能让他得逞。可是你的书里面还讲了一件事情，是说你的第三个女儿本来就不太鸟他，嗯，是不是？你第三个女儿不太让他抱，对。然后只有他说，他有一天抱着月儿，自己的女儿在怀中的时候，你的第三个女儿就冲上去叫姨妈抱他，因为他发现他已经失去家中最小的孩子的地位了。对。是真的这样吗？真的，我就这次这样抱月儿，抱抱抱，然后 Alice 就突然，她平常我说姨妈抱她都不要，我说那 hug 一下她也都不要，然后那天她我在抱月儿，她就突然把我的手搬开来，然后就说搬开，然后就说姨妈抱我，姨妈抱我，然后我就想说哇，她怎么会那么渴望？然后我就一只手把她捞起来，然后就一只手抱她，一只手抱月儿，然后她就这样有意无意就用脚这样子平月。所以你们徐家是很需要。要争取最受宠爱那个地位，是不是？因为他就是徐老三，他是最小的，他因为他都自称宝贝，然后因为我是很爱他，我对说宝贝，然后姐姐们就全家都爱他，宠爱着他，他不知道世界上竟然会有一个比他更小的生物出现，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啊月月什么什么的，他就有一点受威胁了。然后每次带我那个徐老三去他家的时候，我都很害怕，因为我们都会一起做运动，然后只要一听到那个月儿发出哭声，我就会出去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他就会拿着哦，玩球球，玩球球，然后咚就往我女儿头上来，所以我就很怕，万一真的就是伤到他女儿的话，我就完了。哇哦！你现在生那个小孩的时候，你是沿路写下来吗？还是？其实一开始我是完全出版社劝我写的时候，我是完全写不出来。所以像我们看到这些照片，是为了出书而拍的，还是你们就只是留念拍的？我就是拍留念拍的 ，OK， 都是手机留下来的、嗯，本来还有点印刷不出来的。怀孕期间的胖的程度，嗯，是你有亲眼目睹汪小菲露出惊恐的样子，惊恐的表情，对。可是就是你觉得他已经吓到吗？他的表情呢，就很像李心洁在演见鬼的那种表情，就是他看到鬼又要假装没有看到那种表情，很深很深，就是他有点要看到，就是我老婆怎么会变这样，但是又很怕伤到我，又假装没事那种。这个照片会出现在书里吗？会啊，这个就在书里。所以你现在愿意让这照片曝光了？对，这是我生的前一天，就是要进产房的那一天。所以你觉得汪小菲此时还在？处于那种见鬼的表情吗？没有，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期待了，就想说赶快把小孩拿出来，我老婆就瘦了。可是他想的太天真了，小孩拿出来我并没有瘦，他真的以为你生完就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对，他真的以为。所以从几怀胎几月到几月中间，是汪小菲一直处于那种见鬼的状态。我其实要到怀孕快要怀上的那一阵子，都身体就莫名的变得很胖。嗯，其实那时候我身体大概就准备好了，因为你就在补啊补，都在补，然后就这一圈就变得很胖，然后我都很多活动都不敢去参加。像这个哦，这是已经生出来，生出来，然后那个我就是靠穿那种比较黑色系的衣服来让自己显瘦，然后那时候有点放弃自己啦。所以你站上磅秤发现将近80公斤的时候，那时候就差一点要昏倒。那是什么时候去称的？就是进产房前，因为我每次就刚刚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对，那张照片只后来我进产房了就称需要上称，整个体产检的过程我都没有上称，然后那医生就说不行啊，你起码让我称一次，你给我一次就好。然后我就说一次都不给。你死不称是怎么了？因为我看那个样子，我就不想称。可是因为照理说去产检一定是要称体重的。对啊，怎么忍受他不称？我就是每次都说不称啊，然后那个医生都说好了，因为拗不过我，后面也有其他的客人，所以他就只好不让我称。最后那一天，他就说你不称，我等一下麻药不知道给你下多少，所以一定要称，我才站上那个秤。然后站上去之后，实在倒抽一口冷气。我说你的秤一定是坏了，然后就非常发怒的躺上站台。79是完全超过你的想象，你有在偷？是79还是89啊？79公斤哎！你想把他气死啊？89我就瘦不回来啦。可是至少他现在瘦回来了，是。可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可是他在后生完之后开始变成努力在瘦身的时候，我也是一直鼓励他，我就说徐弟，你看我真的瘦不下来，我现在就是真的是死肥猪了，我说我就是真的要宣布退出演艺圈，然后我说以后可能是去卖别的东西了，他说你根本不用这样想，我也就半年，我也就花半年才瘦下来，而且你看现在气色多好，只看脸的话，人家就不觉得你有胖啊。然后有一天这个话，这他讲了太多次这个话，就被我老公听到了。然后我老公平常也都是跟我讲好话，不敢说我胖。然后我老公那天就实在受不了，就说，就是你不跟你姐讲实话，都是你在害她，你每次都骗她。然后他们俩又吵起来了。而这对情比金坚的姐妹花再次合体的她们，还会分享哪些温馨故事呢？千万别错过下期的《康熙来了》。